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如果你喜欢小型已开发且可拎包入住的私人岛屿，那么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Moss Island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Moss Island 坐落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穆斯科卡地区的罗索湖，是一个难得的瑰宝。它被清澈的湖水和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是寻求独特和私密度假体验者的隐士天堂。你可以从多伦多向北飞行1小时，再乘车或是直接开车约4个小时到达罗索码头，然后乘船前往该岛。这个占地 3.5 英亩的岛屿拥有1550英尺的私人海岸线，提供足够的空间供你放松和享受周围的美景。从原始的水域到树木的树冠， Moss Island 创造了一个远离日常生活喧嚣的世外桃源。岛上基础设施完善，还建有一栋经过周到设计和精心维护的别墅，包括4间宽敞的卧室和3间现代化的浴室。高端厨房设有双壁烤箱、电热屉、2个前置式水槽、1个超大冰柜、内置冷冻柜、葡萄酒酒柜、2台洗碗机和1个双面壁炉。明亮通透的大型起居室和餐厅也为家庭度假和朋友聚会提供了完美的休闲空间。此外，岛上的活动也是动静结合，你既可以观赏与世独立的湖光美景，也可以在岛上的一个全尺寸的运动场上尽情享受打篮球、匹克球或羽毛球等运动。这个运动场能为所有年龄段的人提供无尽的娱乐。你还可以在码头附近的水域游泳、垂钓或划水，或者在您自己的私人悬挂式观景台上晒晒太阳，观赏落日余晖。Moss Island 所处的穆斯科卡以其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而闻名，包括原始湖泊、茂密森林和花岗岩鹿头。罗索湖是该地区3个大型相互连接的湖泊之一，因其湖水清澈、野生动植物丰富，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追捧的湖畔地产投资地点。该地区也适合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包括划船、钓鱼和徒步旅行，既适合放松又适合冒险。因此，作为现代化便利设施和原始自然环境的独特融合体， Moss Island 充分体现了穆斯科卡生活方式，且具有租赁收入的潜力，是一个稳健的金融投资选择。该岛为永久产权，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495万加币，约合2500万人民币。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